接下来请收看国学问答。曾经一念即是法界圆融不思议，那么现在平常一念心现前，如何操作这一念才是不思议？很难操作，因为你都在凡俗之间，所以你就操作几件事。第一，痛念生死，发菩提心，念佛求生极乐，这几个心你可以操作。换句话说，眼前的苦恼相你都是要借由它来痛念生死。国中生要考高中，高中生要考大学啊，辛苦，人生就是这样。年轻人要谈恋爱不顺啊，就是这样。中年人事业不顺啊，就是苦啊，我苦别人也苦，所以不要把苦加诸别人。我能够生活已经很幸福了，应该感恩，那我有能力要多帮助别人，诶，发菩提心。再来，菩提心虽然发了，我生命了生死还是不容易，所以有缘我要参加佛七求生极乐，即便我还年轻我都要，何况我已经中年，何况我已经老年，我都要，我要这样想操作。这现前一念心就是这样，你所现前的这一念心都是你当下这一念念头无始劫来的业感习气所投影出来的，无论你觉得它多真实，就像梦一样，就像梦一样，所以你没办法操作它，它太强大了啊。手抄经如何处理？有好几种，只是练习型的手抄经，抄完了之后可以，实在没地方摆，又怕被人家就弄脏了，对不对哈？可以烧掉，近处埋之，流水化之，流水的地方送之。这样子可以这样。当然也有人建一个道场，建一个塔叫做经冢，就是一直放着，放到它自然烂，鸟兽咬自然毁掉。问题是现在我们印的经都非常的好，摆在那里连水来进啊，除了火来烧以外，只要不遇到火，哪怕是虫子不咬，水进的不烂，放个两百年小 case、哦、所以呢那就没办法。所以要印好的经，不要印多的经，不要印多，要印好。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公告一下，这个我们法庙印经会深切林出版社要扩大促进佛经优质化的计划，任何寺院呢想要印好的佛经都可以来找我们深切林，那么呢价格都好说，好，我们不会，我们只会帮你们赚一点点的人事管线，因为我还请员工啊，帮忙校稿什么的啊，谈啊，好，这样打电话联络啊，好，这样。那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啊，我希望呢能够由师父出面来促进全台湾乃至于全大中国地区华人地区啊的什么呢佛经的印刷的优质化，这主要是技术面的问题啊。那像我们能拿得到的纸，在今年以前其他地方是拿不到，今年之后虽然拿得到，我们能拿得到的只是十种的话，一般坊间能拿得到顶多是五种六种。你要知道那个拿那个纸是国外的纸，一出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货柜，一般小印刷厂是支撑不了的，懂吗？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因缘呢，只要你愿意要，你要好的纸我们都做得出来，是这样子。好，就是让那个好的经书能够流通的出来，特别是戒律道场，你可以跟戒律道场的师傅们建议，你就不用怕
是我们森捷林出版社来承担这个工作。至于说上面书号写的说是某某金色某某寺院的出书的藏书，这没问题的，我们只帮你经营这件事情而已，帮你磋商，帮你检讨，这样子而已，印好的经书出来，这样听懂吗？好，如果你们有认识的师傅想要印经，也可以怎样，这个师傅只能印500，那个师傅能够印500，凑在一起也没关系，总而言之让我们的好经书能够出来，乃至于中国大陆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最近中国大陆寄经书进去比较困难，没有错，但是呢还是有办法的。哦，是这样，要让大家拿到的经书是好经书。所以你的手抄经第一种情况属于练习型的，不能摆很久的，也不打算摆着很久的，基本上那就是让它化掉，化掉之后呢埋在近处或者流水当中让它带走。如果是你抄得很好，你可以留一步，乃至于每一步都留下来，将来你是书法家，那价值连城，懂意思吗？不是拿来卖，拿来供养万佛寺也可以，但是必须是书法家层级的，不然我这变成经种了，我还得了啊？是这样啊。若犯五逆十恶，临终真心忏悔念佛，可否往生极乐？真心忏悔可以。18愿当中说维持五逆，哦，维除五逆以不信，对不对？那是他没忏悔，懂吗？忏悔了又精进用功都可以，都可以往生，这样知道吗？知道意思吗？哦，所以说这个呢很重要哦，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建议很特别很特别。刚讲那个印经书的那个是真的啊，是这样。那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未来呢能够在这方面呢帮他一点忙。好，你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我跟你一个公司接洽，万一你的公司倒了怎么办？收了我的钱没帮我印怎么办？现在我中间成立一个，我也没有成立，我中间出现一个森捷林出版社，在佛教界是有名有号啦，大家知道的背后是法上法师啊。那今天我来帮你经营这个事，啊，帮你印好了寄给你，品质抓得出来，你就不用怕会有一个民间公司倒账了，是这样子，啊，这样了解意思吗？啊，我们希望能够为佛教界留下好的经书。我看到了那个《法华经》的那个印的那个样本，很庄严，很庄严。字也很薄，字也很薄。那么这些呢都难得，最终会有一个最困难的是印在宣纸上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恐怕是只卖不送，只送不卖，搞不好是这样。但现在呢都还不知道天涯海角，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坚持，要坚持才能够印得好。那个紫色淡蓝色为底的金泥在上面的《法华经》啊，很不简单啊。那有可能呢，会有什么单位来印啊？是这样。来发行，不是印，来发行，已经印好了，啊，印好。外面的长相会是怎样？也有可能做不同的长相的分配，有人用竹盒子装，有的人用什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漆器来装，有的用金夹来装都可以，这样懂吗？哦，这有很多种配套啊，哦。那么这个是跟大家再讲一下。刚学佛，怎么越念会才会越念越来劲？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越念越来劲，但是你一定刚学佛的话，你要定一定的数目，然后在佛前发愿，希望护法龙天帮你忙，能够每一天真的完成你的目标。比如说一天你如果不是很忙的话，也不是说工作很累的话，你的生活还可以了的话，一天应该以6000声做基数，
6000或3000。如果特别是你在当学生，像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一天20000，我在支持了一个月，不，一年，我支撑了一年以上，把那20000声念下来，每一天哦，每一天20000声，念不完我绝对不睡。哎，也蛮老实的，念不完我绝对不睡。再怎么晚，我再撑着打瞌睡，我都把它念完。头顶在墙上，我都把它念完，不然觉得好丢脸。那我很少去补，我知道了，今天20000都那么难了，明天再补那不更难？我要把苦难放在明天，不算了，我今天可以完，弄完它就好。所以就变成生活蛮有一点焦虑感的。为什么？时间到要赶快回来念，那不回来念你会完蛋，你今天又要熬夜，是这样。哦，那么还是会要这种决心。那你不能20000嘛，6000，不能6000，再最起码3000，不能再低了。初学佛人要这样。那久修佛的人，初学都3000了，久学当然可以更多了，越多是越好啊。初生念，初生念跟静默念或小生念，就叫做金刚念。初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金刚念。最后在心中念，心中念，心中念配合呼吸这样念，这些呢，你可以搭配。再来是6字还是念4字？是这样，大概时间如果短的话，1/3的6字，2/3的4字；时间如果长的话，是1/5的6字，1/4的4字。如果再长的话，可以1/10，比如你念到20000声，你就1/10的6字，1/9的4字，4字多，那么6字少，但是6字做开始，听懂吗？哪怕你只念10句，那你就念3句南无阿弥陀佛，念7句阿弥陀佛，比如说这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就皈依他的本愿，皈依他的教说，皈依他的国度，这要加上一个皈依的意思。好，这稍微要念一下子，是这样。这印光大师有说过了，6字还是4字呢？他就提到这样，就均匀一下分配啊。弥陀净土跟弥勒净土有哪个净土比较适合末法众生根基？以前的因缘学到成佛之道呢，共五乘共法，最后一个寄送应顺法师有说到了弥勒净土条件较弥陀法门容易，问题是令后学难以这个抉择啊，抉择希望法师这个说法，当然我们表示尊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么认为了哈。古德的看法不是这个看法。那么，这个是这样，净土法门呢，直接求生极乐世界，一句佛号即能往生。你说哪有比这个还容易的？他甚至没要求你持5戒呢，弥勒菩萨要持5戒呢。好，这第一。第二，3倍往生当中，3品不是3倍。所以不要弄乱了。3品往生当中的下品下3声，个个都是造恶呢。你别忘了，那造恶都造恶了，还可以受5戒。所以这是经文之证，经文的道理当然超过人说的道理啦。这样就很明白了吗？你相信佛说还相信人说？这样就好了吗？好，我们尊重人说的意见，有这个说法是的。好。是的，但是真的比对起来是这样吗？我这样懂吗？有人把3品当3倍看，那错了啦。3品是另外3品，3品是求生极乐念佛求生极乐的三倍，是指的在人间修行的3倍，三种善人，以善人做基础的3倍。那3品就不同了，3品是连恶人都算进去，这两码子事。我就懂吗？好，那么呢，那个3品当中的下品，通通是造恶的。当然，你不要去造恶了。我的意思是说，造恶都能往生了，何况受死？
何况受五，你何况说没有受五戒？你没有受五戒，是个善人也能往生。那这样讲起来，一定要受五戒呢？往生弥勒净土是要受五戒呢？我刚不讲吗？弥勒菩萨的四戒在人间男女贪爱很轻呢，你能吗？你能让你老婆不是老婆吗？你那老公不是老公吗？在街上走一走，他就跟另外一个女人去生小孩了，你觉得 OK 这样子吗？你生的小孩在路边大家养，不用你养，这样你觉得 OK 吗？你如果不 OK， 生不到那里去，我告诉你。对啊，他的世界是这样，你看《弥勒下生经》的世界就这样，那这一定是你的心要能招感的、啊、懂吗？好、哦，当然这是以五戒做招感了、啊，好，五戒做招感能也能了、啊，但它终究是五欲世间呢，也有男女呢。极乐世界没有五欲世间呢，你为什么不去那里呢？鸡童跟学佛啊，鸡童他很难学佛，但你可以从鸡童身上看到佛法。你要知道那个鸡童有时候是假起鸡，有时候起不了鸡，自己瞎掰。啊，鸡童也会比大小，神附身的神也会比大小，啊，那个附身的神也会自己医不好自己的病，然后乱说一通，结果把人家的病呢医得更差，那个神被更高阶的神抓去关，完全像人间一样瞎掰，你懂吗？说话不负责任。还有这个神跟那个神呢，也会嫉妒，不准他的鸡童到那个鸡童那里去。这样听懂吗？啊，所以说你这样是不是看到了？只要在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哈、哦、小神通啊，就这样日子在过，好苦啊！他跟我们人一样的苦啊，他也乐意，他也要硬抓你做鸡童，不然他就不能得利益。啊，他为什么能抓那个不是你了，就抓那个鸡童？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跟他有什么呢？利益交换，浮士德，浮士德出卖了灵魂，真的、啊。那怎么办？赶快皈依，赶快学佛，赶快诵经。啊，你会很苦哦。我遇过很多这样，家里在开公庙，供庙的，哎。你翻脸跟三宝翻脸快得跟翻书一样，他没有恶，我也没有生气，我只说就会这样，莫名的。为什么？你跟他过去有接，不只是有接触，有什么呢？啊，好乖，不只是有接触，有什么？有约定，你那个约定没有解除。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三皈依很重要？三皈依就是翻转你过去的错误皈依，你懂啊？你看他在做也倒得啊，你以前就做他徒弟啊，他今天不让你跑啊，哪怕偶尔跟你跟师父学佛，最后在关键点的时候他就把你弄回去，没理由，你就傻傻的这样回去，一回去就百年身了，他不会再放你。你看看老公不放老婆，老婆不放老公，爸爸妈妈不放儿女，不也这样吗？意思一样，这样懂吗？现在老人有老人失智症，如何引导他念佛？对，那么是怎么样陪他？他能够记忆的时候，你跟他念，用让他听，陪他念。他忘记了，你就要诱导他再回忆回来。最后呢，他什么都忘了，念一句忘一句也没关系。到最后连一句一句都不能念，很严重。你看呢？好，怎么办？播佛号给他听。我还是那句老话，他有肉体就有老人痴呆，就有所谓的昏迷。肉体一没有了，统统没有老人痴呆了。别别在气馁，中阴身，人类的中阴身差不多就17岁那个样子。啊，该做男生，他会在第一个中阴身保留原有的样子，第二个中阴身还是第三个中阴身慢慢过渡为未来的样子。
那么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在过渡过程当中，你就一直给他念佛，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啊，也一样讲开示，这样懂吗？懂没意思啊？所以哎，老人吃字很大的一块，很重要的一块，要把它做好啊！台湾会被这个东西拉垮的，很有可能。那么大家呢，要共体时间啊，共体时间啊。利他一种智慧，对，对啊，利他是一种智慧，因为没有我执，自在，利他就是利己，就会福禄就会自己来，对，完全对。不过就是，所以说啊，大乘修行以利他为优先，它自然会产生福报跟因缘。我那在成大的时候啊，我说我要办一个什么演讲啊，办一个什么的都没办法钱了，没办法钱，我就觉得对的事就去做啊。结果呢，请自然来，我去引印东西，人家自然会来，哎，塞个200块，1000块，哎，当年1000块多少啊？我去当家教一个月不过3000块而已，还是5000这样而已，我一个月兼两个家教。兼两个家教这样，那么就我才是近10000这样，你看好辛苦，对不对？那我们就这样办，都会自然有，所以叫利他。不过呢，也越事情越大，牵涉的利他事情就越复杂。你比如说，我单独哦帮助那个家庭，我帮助那个家庭，那就那个家庭的事情而已。但是你要帮助一个社区，那就一堆人了。那一堆人就有什么业障重的啦，烦恼重的啦，不信佛的啦，那你要利益他们，他们没那个资格让你利益，他没那个福报让你利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时候你也就不要怪说啊，我没福报啊怎么样，也不必啦，因为我们终究是凡夫嘛，我们尽量就是了，你懂吗？好，念佛机上面有佛像，坏了该怎么办？哦，比抄经还要难处理啊！对，坏了怎么办？可以的，像我们有那个光碟片，有没有？我去买那个脆光碟片的机器，这个也会有脆的那个机器，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把它拆那个壳拆下来，才一个而已嘛，你又不会很多，对不对？然后呢，拆下来之后呢，再用那个铁剪把那个佛像剪下来，然后呢，剩余的那么就可以回收，啊，佛像啊，就是用个小盒子，因为不会大嘛，一定不会大嘛，用小盒子收一下，那就很 OK， 比经书来的 OK 多了。那如果未来有那脆纸的，也能这种佛像也能脆，你那脆掉是 OK， 啊，就念念佛啦，说我们啊，我们让世尊呢回归法性身，好，应化身回归法性身，我们心中这么默念，好，让烧掉。基本上呢，我们用纸的都是用这样烧的。但是非不能用烧的就用这种方法，所以它当然是相对麻烦一点点的，但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处理。请问师父，何者为坚硬，何者为柔软，何者该坚硬，何者该柔软？少请坐。为自己的想法都要柔软，因为那是自己的想法。为众生需要的，你都要坚硬，因为那是为众生。啊，只差在你怎么抉择，那是为因自己或因众生。你比如说宗教基本法，我就很坚硬了。坚硬中
一定带软，软中也带硬。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要坚硬？因为那是为众生的啊！你都退了啊！你看到事实啊！你都退啊！谁要坚硬？谁要去坚啊？什么事情都是难的啊！啊难啊难，你就知难而退，那就什么事情别做了。你在历史当中你就缺席了、啊，所以你要坚硬，对吧？但是坚硬中带软，什么意思？我要跟人家讨论法案，必须软呢、啊。懂意思吗？你不是说你的对，你是为众生，所以你都对，哪有这种事？你为众生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个个人主观的诚意而已。不能拿这个来说，那我的都对，我无私耶，我是为众生耶，大家都知道你无私啦。可是你有限呢、啊，你所知有限呢、啊，你还有习气呀、啊，你的看法也是主观的啊，那你必须柔软接受别人的调整跟别人的建议，对吧？所以硬中带软，看到没有？好了，那么为自己的那是自私的，我执的，我的见解，师父说我错，我说不，我一定对，我的理解就这样，错了，你的理解一定要软，因为那终究是你的理解，别人不用你的理解来看事情，别人用他的理解，而别人重于你，修行人别人的见解一定重于你的见解，为什么？因为你的见解从来你的见解就是最重要，所以你才来轮回的、啊。别人的见解，如果他你能够认为别人的见解重要，那你就无我了，无我才能够离轮回啊！你不是来修道吗？修道当然叫别人的见解重要，自己的见解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别人的见解要软，哪怕他在误会你，也不是空穴来风。所以只要生烦恼都是我错，不需要讲理由，没有别人错的，这就是这个意思。我要软，可是软中也带硬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坚信我应该调整，这个我应该调整，那必须硬。而且软到后来啊，说完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气他啊，他也不要骂我，那就算了，那我就不反驳，那你骂我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不叫真正的软，软当中带硬，是坚定自己要改变，当然不容易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的很难，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改变，这叫软中要带硬，这样懂吗？临终如果没有人助念，那么可不可以开比如说你喜欢听的藏和尚的念佛机怀思佛号来念，因为大家都不能用怀思佛号助念，那怎么办？你现在就跟你家人说好，说以后我助念要用这个指定助念佛号啊，大家一起来念，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念的哩哩啦啦，你就是人跟念佛机一起念，这样懂吗？就也可以也是可以是可以的。像弘一大师他就希望说别助念在外面，近一点的话不要太多人，他比较孤僻嘛，他不喜欢这样，他是艺术家的人，性格是这样，像这样这样也可以，这样了解吗？是可以的用念佛机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不能只有念佛机，怕心力不足啊，是够，但是渐渐的你的耳根不足的时候，可能要看别人的心力的力量才能，因为电子的声音你有可能会听不到了，因为你的耳根不作用了，你能够听的是心的声音。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生未生胎儿。